欢迎收看周日的东桥逛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文，我是 Chloe。今天是我回来拍片的，已经快要十天喽，所以我们就顶着寒风，我们来拍 Vlog 吧。我们首先先到神乐版去晃晃吧，耶！今天我们早餐要来吃什么呢？Mojo Cafe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吃什么？鸡肉佛法酱，搭配的是一个 Black White。这个在台湾我看过的翻译叫什么？澳洲小拿铁啦。耶，可以吃了，好爽哦！来吃什么？鸡肉三国志。尾鱼。哦，尾鱼三国志。尾鱼三国志。然后搭配的是金的法国面包，然后喝的饮料是 Chai。今天我们在拍摄那个数个文青的景点，来到了神乐版。耶，那请那个 Chloe 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神乐版叫神乐版？因为它有很多版，然后日文的版就是坡的意思，就是这里会有很多坡。然后为什么是神乐呢？就是很多那个斜坡多到就是神会觉得很快乐。后面一句是真的假的？谢谢啊，这段基本上也不能用。好，神神社取材中。太可爱了吧！哦，原来那个眼睛是自己画的。对啊，好可爱啊！请问 Bob， 在神乐版我们大概已经拍了几次了？春夏秋冬大概都会拍一到两次，所以你算算看，光是赤城神社，所以你不知道去几次？对啊。可以买这个来吃吃看，你看它可以变酱，嚯！啊，哎，我们现在来吃一下这个炸豆腐口味的软糖，里面还有生姜，它里面长的就是小小的炸豆腐，哎，真的很像迷你版的臭豆腐，哎，而且它是好像是会脆脆的，吃吃看口味吧。哦，它不是糖，它就是饼干，它就是炸豆腐的迷你版的饼干，然后真的有姜的味道。最近因为是那个年末的关系，所以最近拍摄很多店都没有开，残念，麻烦。这家大野屋牛肉店是在神乐版蛮有名的一家，建议大家来这里买一个炸物的可乐饼吃吃看哦。我现在来吃这个玉米鸡。可乐饼，所以说真的有鸡肉哎，哇、wow, 哦 ，fantastic！ 我拍完神乐版了，下一站要去哪里？那咖啡馆，周末黑。中餐吃什么？我们来吃台北六度披萨百年店的圣灵馆。它的披萨面皮的那个厚薄度刚刚好，所以吃起来有一点脆，然后又很 Q。另外它的番茄啊非常的新鲜，可以吃到那种很天然的酸味，再搭上九层塔跟起司的香味，很好吃。这道是蛤蜊的意大利面，那橄榄牛味还蛮香的。它这个面啊，非常非常的 Q 弹，然后那橄榄油我觉得加得很均匀，然后加上一点点这个新香料在这边刺激食欲，辣辣的。Chloe 正在拍周慕黑的 Traveler's Factory。拍片拍到一半，正在观察慕黑川里面的小鸭鸭。小鸭鸭逆流而上啊、哦！我们在咖啡店休息啊，也不忘拍行程。刚刚说要去代官山，可是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在涩谷。我们
现在改去涩谷买手套。这边选择比较多，所以选涩谷。我又在吃他最喜欢的笑塔可，瓦拉塔可。笑章鱼刀，有没有？主角什么口味？味噌安卡给，就是有一种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勾芡汁淋在上面。它的那个塔可超大一块。嗯嗯，它的勾芡好浓，好好吃。这条短短的涩谷的猫街，我们大概逛了多久？大概逛了一个半小时。以上就是寒风刺骨，而且不知所以然的东桥 vlog 啦。谢谢 Chloe 陪我们逛街。要早点来，不然吃穿会没有。我是包包伦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